陈俊贤日前与足球选手孙兴慜一同出席了品牌时装秀，而近日网络上也疯传一段陈俊贤变身孙兴慜迷妹的影片，引发热议。只见影片中，陈俊贤和孙兴慜并肩站在一起，给现场记者们拍摄。等到拍摄一结束，陈俊贤便马上看向孙兴慜，表示非常感谢您的签名。一番话让孙兴慜听了不知所措的表示：没有没有，当然要签名了。接着陈俊贤又表示我是您的粉丝，突如其来的告白让孙兴慜害羞的低头表示非常感谢。아네아네당연히들당연히당연히들어아너무감사합니다영광영광스럽게而这段影片曝光后，网友们纷纷笑说：“这是什么情况啊？居然能看到两人同框！”孙兴慜被女神表白后不知所措的样子，真的太可爱了。